嗯，稍等一下。嗯，直播同学在吗？嗯，现在开始吧，然后给我们一个10秒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严超。好，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论坛。好的，大家晚上好，非常欢迎回到我们这个数字未来的这个系列讲座。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介绍，然后会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些参与工作营分享和论坛的嘉宾。首先这个数字未来，因为大家可能清楚已经举办了11年的这个年度系列活动啊，包括很多这个讲座工作营，然后它其实对整个这个领域最有深远的就是每年会在统计举办一系列的这个线下的数字见到工作营。但是可能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过去一两年吧，然后整个世界范围内包括实验室也好，包括这种数字见到工作营也好，可能产出的成果或者说一些进展，或者说一些这种数字建造的出口，可能不如过去几年那么多。所以就是在这么一个前提的一个背景下，今年我们非常幸运，然后收到了很多包括我们的导师，包括中建科技，包括当我们的主办方这个同济大学和同济设计院的支持，我们今年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在同济举办了一系列的这种数字线下的数字建造工作营。当然可能还是由于没有像疫情之前的那种便捷吧，所以这个当时也没有办法向太多的这个学生开放，然后也没有很多学生也没有机会来到这个校园来去参观。所以呢，在这么一个前提下，我们希望就是举办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论坛，把这个数字建造工作营的这些成果啊，包括当下这个数字建造的一些发展的前沿动态，能够分享给更多的这个学生也好，包括专业人士也好。上周我们做的这个系列论坛的第一期，是以这个膜结构作为主题，当时这个王湘博士啊、刘宇哥，包括这个 Virginia， 然后孙玉生老师都做了分享。我们今天是第二期，我们邀请了一系列关于在这个结构优化方面，包括这种数字，包括这种混凝土的这种数字建造方面，都非常有这种，深厚的这种研究成果和这种，一些专家和这个和教授学者吧。我来逐一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会参与这个论坛的有这个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然后他也是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这个杰出教授谢一鸣教授，今天会加入我们之后的这个 panel discussion， 然后包括这个袁峰老师，当然也是我们这个数字未来的这个创始人，一会儿也是会参加我们这个讨论，然后包括一会儿会晚些到来的这个，我们中建科技集团，绿色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邱卫博士，一会儿也会，一起来，对这个作为主题讨论，后面是。还会有一些这个，当时我们的导师的这个代表，包括这个苏明翰，他是这个 CIAC 的老师，然后也是苏明翰 Design 的创始人，他一会儿会对他的这个教学的一些成果跟我们做一些分享，然后还有包括这个，也是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讲师包鼎文博士，然后包括中建科技集团的工程师彭佳楠，也是同时也是这个 FIU 的博士候选人。然后包括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严鑫，他们也都会对他们在这个工作营当中做的一些研究成果给我们做一些分享。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主要的形式呢，就是会有前面会有刚才提到的上述这些导师会给我们做工作营分享，然后后半程我们会做一个集体的一个论坛的一个讨论，大概是这样一个安排。在开始之前，袁老师，您是不是再讲两句？
OK，非常高兴啊，因为我们今年就是加设了这个很多的这个 session 啊，而且我们希望加设一些中文的 session 啊，这也是，也就是今天晚上10点钟还是我们原来的 DigitalFUTURES 的活动还是继续啊，由这个我们尼欧里奇教授会来主持一个线上，我们上一周是南美啊，这周应该还是在全球的范围在转，那我们是在10点之前啊，中国的比较黄金的时间。也邀请了苏敏啊，今天我们苏敏其实是这几年涌现的，非常杰出的这个年轻的设计师，也去年，2020年得了 DigitalFUTURES Young 的这个奖项啊，也就是他的实践其实在全球范围也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很荣幸的请到这个苏敏汉啊，一会儿做这个演讲。那 Nick Ball 他是现在在 MIT 教书啊，也跟这个暑期也在跟我一起在带一个这个。这个 MIT 的 studio 啊，所以这几年 Nick Ball 在我们 DigitalFUTURES 平台以及在全球的这个领域也是非常活跃的啊，也无论是在 paper 方面还是在这个 studio 和 workshop 方面都有很多的进展，所以很高兴今天 Nick Ball 在这里啊。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 DigitalFUTURES 的 fellow 啊，是今年刚刚开设的这个宣布的邀请的重要的专家啊，全球5位啊，我们今天到场的是这个麦克谢这个院士，他在过去的应该说6、7年、7、8年的时间里，都对我们有非常好的帮助啊，也陪伴我们共同成长吧，也给我们带了很多样子啊，让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数字和这个建筑以及土木结构的领域能实现更好的这个融合啊，我觉得也给为我们提供了表率，所以很高兴邀请到各位啊，然后也很高兴能在中文的语境下来这个推动啊 digital in architecture 这个发展啊。那么今天下午其实很荣幸的就在刚刚结束的 session 里面Patrick Schumann 包括这个 Wolf Pricks 以及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这个建筑师啊，包括Java Code 的大部分成员，在今天下午都做了演讲，非常精彩的演讲，那也学到了很多啊，所以我们这个 session 继续啊，就邀请我们这个几个这个今年带这个亚太区的这个 workshop 的老师啊，来介绍自己工作营的进展，好吧，我们开始吧。好的，感谢袁鹏老师的补充。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论坛。首先是由这个包鼎文博士，然后闫欣博士，还有彭佳楠一起会给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营 Intelligent Form。能看到我屏幕吗？可以的。好，大家好，我是鲍鼎文，然后我现在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担任讲师，这次很高兴来到数字未来工作营做汇报，我的另外两个小伙伴是闫欣博士跟彭佳楠博士。我们还有在谢院士的指导下，做了这次的工作营，然后搭建了一个3米高的一个模型在同济大学，所以这次我们的工作营的名字叫 Intelligent Form，然后中文名就叫智能构型，也是然后这次的主题我们还是以拓扑优化为主，然后做了工作营的教学和模型的搭建。我们参加数字未来工作营已经有3年了，然后前两年也是由我闫欣和谢院士一起带领大家做了2次比较精彩的工作营，然后分别叫预立于行和智能和生态形成，还有现在的智能构型。简单介绍一下，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到同济大学跟带着20多位学生一块做的一个工作营，然后是用基于拓扑优化的建筑形态来做生成和最后的搭建，然后这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工作营的作品，是由王鼎明同学来做的，
他把拓扑优化用在了中国古建上的一个设计你们看到材料都被智能的减少了，然后形成一个中国古建的一个形态。然后同时我们还有做了线下搭建，然后这个项目叫做 X1.0， 就异形 1.0 版本，然后是在同济大学做搭建，然后设计是由我严欣和谢院士来做的。然后这个设计是用了谢院士的BSO 算法在一个 column 上加了就是荷载跟和一些固定点，然后加上了双向渐进优化算法，然后把材料慢慢去掉，形成了一个树状结构。你看一下，这是一个单体的一个柱形结构和一个整体亭子的展示。然后这是一个优化的过程，然后从一大块就材料，然后加上了用了拓扑优化算法，然后最后做了一个后处理，形成了这个设计。然后我们用了 MIT 的库卡机械臂和机械喷头打了一个1:1的模型在墨尔本，然后这每一个柱子大概是在16小时就打完了，然后我们设计了节点和顶部的安装方式，然后我们就来到同济大学跟学生们一块来搭建和进行了教学，所以你们看到学生们都在线下做了搭建，然后这是线下的最后的成品。然后去年由于疫情，我们把我们的工作营挪到了线上，然后也有挪到了线上之后也有30个学生来参加，然后这是一个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虚拟展厅能看到学生们拿了我们的算法做了很多有意思的设计，包括这些假肢，还有一些铁塔包括一些塔楼和亭子、口罩等等东西。然后这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作品，是一个埃菲尔铁塔的 4.0 版本，是由王泽熙、刘晨阳、冯卓远同学来做的。最后我们还把这个塔楼这个铁塔给打印了出来，是算是拓扑优化版的就法国巴黎铁塔吧。今年很有幸我们能跟中建科技合作进行了线上跟线下的教学工作。这次的主题呢就是叫做智能构型。主要成员我们是由中建科技的成员跟 MIT 的成员，还有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袁鑫博士一块来带领这设计课。然后工作营旨在讨论基于拓扑优化的智能建筑结构形态生成和建造，通过双向渐进优化算法和相关软件 Amoeba 的讲解和应用，引导学生从力学模拟的角度思考建筑形态的生成方式。然后这是一个海报和所有学生的名字，还有最后我们邀请到了东南大学的花豪老师，昆士兰大学的罗丹老师和南大的孟宪庄老师做了最后的评图。这是就再次感谢同济大学MIT 建筑学院创新结构材料与设计中设计中材料和材料中心和 Amoeba 公司还有中建科技给了很大的支持。然后这是我们五位导师分别是线上跟线下的，还有几位我们的助教分别来自 MIT 和中建科技，然后在线上线下帮助大家把这个工作已经做完。然后我们这次也很幸运的有了这接近30位优秀的学生。这次跟以往不大相同的是，我们大部分学生还是来自中国，因为这次大部分海外的学生没有办法到达现场。先讲一下这个苹果，这个苹果是谢院士最早做的一个结构优化的一个测试，把一个悬挂的苹果放在悬挂着，然后运用双向渐进优化法把苹果四周的材料给去掉。后来谢院士提出了一个算法，就是叫双向渐进优化结构优化算法，叫简称是 BESO，
是1990年在实验室提出的。然后前几年我们用了这个算法还获得了一个就是航天工结构大赛的一等奖。所以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算法的一个过程。后来因为很多设计师开始用双向渐进结构优化法来做设计，所以为了方便设计师和监督师来使用这个算法，实验室团队在 Random Graphical 平台开发了这个 Amoeba 的软件，方便设计师更简单的去运用这个算法来实现结构优化的设计和做建筑找型。后面就是一个宣传动画，然后我们的这次的教学也将，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比较快进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视频。我们把这个算法就是以小组的模式，让学生就是以小组的形式完成结构找型、优化算法和建筑表皮的设计。然后通过这次教学，学生将学会就是建筑结构优化找型和复杂的建筑表皮的生成。然后，之后有一部分学生，这是所有学生的作品的一个合集。然后同时在生成，做完这些生成设计和结构优化后，有一部分学生在线下一起参与了搭建项目，然后搭建了一个拓扑优化算出来的一个造型墙，然后简单介绍一下几个项目吧。这主要是线上的这几个是，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假肢的一个设计，由拓扑优化算法来把它形态来产生出来。你会看到材料慢慢的减少，通过固定了几个节点，然后和一些受力，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动画，显示这个人是用这个一只来跑步，然后就是一些细节图。然后这三位学生是来自央美的，他们的想法都很有创意。他们将拓扑优化用在了文字的设计上，所以看到你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字，它运用了拓扑优化的算法，然后固定了一些点和一些受力的方向，然后形成了这些文字。啊，我们有一篇就是公众号专门来介绍了这个设计的整个过程和模式，可以看到这些受力方向还有一些固定点，这是一个最后他们做的一个章，然后用拓扑优化算法做了一些创意文字的设计，然后这是最后的渲染图。然后这一组学生他们一部分是来自背景是工程师，一部分背景是建筑师。然后他们做的是一个桥梁的设计，然后去重现了这个著名的大桥的一个结构形态，去重新帮他找了一个形，所以然后再加上了一些表皮的设计，然后最后是一个渲染图，最后没有就是渲染图没有做得很精细，也因为我们也就5到7天的工作营时间，大家还完成线下的工作，所以简单的做了一下效果。这一组是2个建筑师加1个工程师团队，他们用了拓扑优化算法做了一个沙美术馆，然后将一大块就是实体在上面加上了受力和下面做了固定点，然后运用了BESO Amoeba 的运算，然后把材料慢慢的减少，这是最后的一个效果，然后他们将表皮加上了沙的材料，然后形成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个空间，看到一个美术馆的一个空间。这组学生也是跟去年的那个铁塔的设计师来自同一个学校，苏州科技大学，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摩天轮的设计。然后这是摩天轮，他们把摩天轮拆成了大概拆成了20片，然后把每一片做成了优化。然后做了一些对称，最后形成了这一个设计，这设计也很精美，这是最后的渲染图。然后这组学生是两个来自中国矿业大学的同学，他们
将这个设计把拓扑优化运用在了另外一种古建的设计上，然后把整个木结构给拆成了不同的构件，然后在每个构件上加上了受力跟支撑，然后运用了双向渐进优化法，把每一个古建的构件给做了一个优化，然后形成了一些看上去像有机的一些形态，而且把这个古建的外表皮外面的一层结构也做了一个优化，然后最后做了一个拼接，然后这是最后的渲染图，但是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他们可以更去深入的做整个古建的结构，不是做一个外表皮的一个设计，可能之后我们也鼓励他们去，可以再做深入的研究，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然后这两个同学是来自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他们把拓扑优化运用在了哥特式建筑的浮壁的设计上，然后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动画，然后做了一个外立面的一个优化过程和找形过程，然后也是十分有趣。这是最后一个渲染图。大家都很不容易，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学会了 Amoeba，并且把它运用得很好。然后这两个学生是来自伊朗的，他们用了 Amoeba 做了一个亭子的设计，然后做了一个空间的，算是一个空间结构的一个构件设计。然后他们说他们之后也想把它用 3D 打印来做出来。这是一个他们的渲染图。然后这两个是印度学生，来自印度的学生，那他们都在 AA 读书，AADIL，然后他们运用了 Amoeba 做了拓扑优化，做了一个展示，展做了一个亭子，这个亭子也很有趣，就在亭子的表皮上挖了很多的孔洞，然后来做成一个表皮的设计算是，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渲染里面来做成一个空间，这两个学生将 Amoeba 用在了楼梯的设计上，一个旋转楼梯的设计上，也是十分聪明的一个设计，然后将力加在了楼梯的踏板上，然后这个固定点是在中间的这个圆柱，然后最后做出来这个比较异形的一个旋转楼梯，这也是他的一些。他说，又可以把这个楼梯作为一个装饰物和一个雕塑，又可以作为一个功能性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的图。然后这个搭建项目我们是用了叫做拓扑优化构筑物，用了双向渐进结构优化法进行了结构找形，然后之后用了 FDM 的 3D 打印改性树脂模具技术，适用于喷射工艺的高密度UHPC 材料，然后还用了机械臂控制喷射路径，三项技术结合在一块，然后做成了这个异形混凝土造型墙。然后运用了BESO 拓扑优化的方法。然后这边叫永新博士继续讲一下建造找形方面的过程。好，袁老师、谢老师，还有这个 DigitalFUTURES 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严鑫。今天我们在这个这次我们在这个 Intelligent Form 的这个工作营中，希望尝试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对于 BESO 原来算法的一个修改，也不知道是。首先，这个是一个 BESO 算法的一个，也是 Amoeba 的这个基本逻辑。它首先由 Rhino 产生一个模型，然后加上这个 loading case，就是这个加上受力和这边界条件之后，进行有限元计算，得到了这个相应的一个灵敏度数值，有的是应力，有的是应变能密度，然后以此为依据去决定单元是否应该被删掉或是增加回来。然后这样是一个完成一次循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经典的这个悬臂梁的图案，也是我们 Amoeba 的这个标志的来源，是这样一个形态。然后下一张，然后我们在这个大概近3年的这个对于 Amoeba 工作营的教学中呢，
同学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设计师来讲，我们想要让，虽然是基于结构找型，但是想要让在自己的设计中加入一些自己的概念上的一些设计因素，那么如何能够让设计师介入到这个拓扑优化的找型过程中？在 Amoeba 提供的功能中呢，其实有以下绿色的这以下四点，有这个加入非设计区，还有把设计区划分成几个子区域分别计算，然后加入对称的边界条件，以及对于一开始的这个设计的模型就进行一个几何上的修正，以达到自己的一个设计目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四种方向呢，其实都是在这个模型的前期处理阶段和这个前期设置，而对于最核心的这个基于有限元计算的结果来决定这个单元删减的这个逻辑上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很直接的介入，这样就会导致一个我们在这个作者的设计意图和这个拓扑优化的形态结果之间，缺少一个直接的影响。那么，基于这种思考，也是在这谢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下，我们开始思考如何能够去协调，人工的这种发明创造、人工的干预与结构的理性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就在这次的这个形态找寻中，尝试着试用了一个新的算法。这个算法它主要就是把原来的这个受力条件，作为一个不作为唯一的影响因素，而加入了一些影响它的这个 pattern，也就是这些这个设计的 pattern 可以通过建筑师有借由 Rhino、Grasshopper 等各种方式来完成。这种图案可以作用在这个有限元单元的每个单元上，然后把它们通过一定的权重比例配合在一起，重新计算这个决定单元是否删减的这个灵敏度的数值。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最后的结果，这是一个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原来的这个经典的cantilever，我们可以看到依据不同的这个 graphic pattern，就是基于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然后我们调整其中的权重，就可以将结果导向从自己的设计导向到这个传统的经典的 bezel 的结果。而这些也是加入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影响的 pattern 得到的不同的结果。然后往下，然后聚焦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intelligent form pavilion 上，我们首先有一个 2D 的计算，就是约束了它下面的三个支撑点，然后在它的顶部加上了这个剪切的硬币，然后加上对称边界条件，它得到的结果是一个类似于树状的结构。对，一个类似于树状的支撑结构，但这个是在一个平面上计算出来的结构。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初始的计算模型是一个，两米乘近似2米乘2米乘3米的这样一个结构，它的形态比较不规则，然后是一个不规则的自由曲面。那么首先我们依照这个曲面去生成了这个新的计算网格。在 Grasshopper 中生成了这个计算网格，然后我们再将这个之前算好的那个 pattern，一个 2D 的 pattern，映射到这个网格之中，得到了这样一个图案。就这个是我们基于 pattern 就可以作为是设计师的一个设计意图。我们想让结构呢在最后的结果中尽量的往这个方向上来靠拢，但是很显然这个结构它并不是最合理的，所以我们需要用 bezel 的逻辑进行一个修正。然后这一段是用这个 Grasshopper 产生了这个有限元的这个计算文件，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是在 Abacus 中进行的一个有限元计算。然后在这里面，在这个 case 中，我们加的力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它的顶部加了一个剪切的应力，第二个是在它的墙的两个侧面上加了垂直于墙面的这个封刻载。然后同样还是约束了下面的三个点作为支撑，然后这是在两个不同的这个荷载条件下的有限元分析结果。然后在这个逻辑中呢，我们加入了两个力学的这个荷载条件，同时又加入了一个人为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图像上的一个影响因素，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产生了一个
一个结果。而在这个中，我们为了保证它的结构性能，所以把这个力学的那方面的结构性能的权重调到了 99%， 然后人工的这个影响调到的是 1%，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优化结果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下一张图，下一张图就是对比最后的计算结果和我们一开始引入的这个 pattern， 可以看到通过 BISO 的这个逻辑呢，对这个原有的图案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和删减，使它的结构更为合理。然后基于这个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结构，我们对它进行了重新的建模，包括 smooth， 包括这个进行一部分的局部开动，然后再将这个模型进行这个重新的进行了有限元的计算。对，然后这是一个，因为我们当时做设计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一个全包住的一个形态，然后当然它也可以做一半对称的，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概念的渲染图。然后因为我们最后的打印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打了一半的模型。然后首先在澳大利亚，我们用小的 3D 打印机打了一个小模型，1:10的小模型。然后这是一个小模型，主要是为了测试它，我们把这模型拆分之后是不是它可以站立住，是不是它的结构我们切分的点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位置。当然我们也做了，不仅做了实体模型的一个测试，然后也做了Abaqus 的一个数字模型的力学计算，确定这个模型是可以很好的站立和有很好的一个受力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设计模具了。然后这个模型我们总共把它拆成了三份，其实它是可以有六份，但是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做了一半。当然一半有一半的功能，然后整体有整体的功能性。然后这个我们分成了part A、part B 和 part B 一和part B 二这三部分，然后拆开来看就是这样子。然后是由三个模型来合成的，然后中间还设计了很多节点。然后我们把这个模型放在了另外一个工具里，把它做成模具设计。然后测试了很多种可能性，因为不一定模具有时候是对的，然后但是不一定它最后能够用来做 3D 打印的一个混凝土的模具。所以我们把它，由于我们打印机的大小，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模具又拆分成了好几块小模块，所以您看到这些分割线。然后我们尽量把这些分割线加在一些比较合理的位置，让它最后拼接过程中看上去那些分割线稍微好看一点，而不是就随便把它做一个切割。然后这是中间那一部分的模具设计。然后这是左边的part B A 的设计，这是part B 的二的一个设计。然后这是一个细节上的这是模具上的一个细节图。你可以看到我们还做了这个连接点是用来最后是固定模具用的。然后最后在，因为底部是要接触地面的，然后我们在底部的地方还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计，把它稍微加粗了，然后还加了一些多加了一些材料。这是模拟了一下在这个模具上喷射四毫米的一个混凝土的一个数字模型。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个模具让中建科技彭佳南博士带着这些数字模型进行了3D 打印和加工。这是中间的部分 part A 部分的模型的一个设计和最后的制造，然后大概有3米高。然后这是 part A 和 part B 分别两部分的模型的实体建造。然后可以看到最后我们是用 UHPC 高性能混凝土来喷射在这个模具上。这是一个喷射的工作现场。
就是一些视频，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喷洒的过程是这是第一层，然后这是喷洒的最后一层，然后有些然后工人们然后进行了一些稍微一些手工的一些加工，然后把这个模具撤了之后这是一块最后的混凝土的一个板子，是帕B 的一块板，然后这是一个帕 A 的模具，然后把模型把模具拆了之后，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混凝土模块，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三大块模型全部运到了同济大学的建筑学院，然后就放在了袁峰老师的桥旁边。一开始因为运输的过程有点麻烦，所以我们一开始先用吊车把它吊在了甲板上，然后潘嘉南博士带领学生们部分学生线下的学生们。在现场打节点的洞和一些进行一些小的调整，然后这是现场他们把模型扛在了同济大学建筑学院的中庭，然后开始做一些搭建，然后就是每块模板它大概是有200公斤这么重，所以需要很多人去把它扛起来。然后江南可以介绍一下搭建过程，因为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工。因为这些看上去很简单的数字模型，但实际在搭建的过程中还是很费时费力的。大家好，然后介绍一下现场的一些过程。对，就是我们现场大概有6到8个人，因为最后拆成了3块之后，这个中间的一块是最重的，可能重量达到180公斤，然后对我们还是靠着人力把它立起来。但是要说的一点就是，它整个的搭建过程真的就是特别的快，因为我们只是靠螺栓，包括这个结构本身它的受力合理性，我们通过2块和3块之间的互相支撑，就不会有特别多的工作量，然后最后搭出来的结构也很稳固。其实我们的搭建过程也超级快，看这个录屏，其实可能总共也就2个小时就搭建完了，最后搭建出来的一个也是效果非常好、非常壮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pavilion 的结构。对，因为我们当时做设计的时候还是考虑到了，因为搭建的时间需要很快，因为我们已经有2019年的时候已经有经验了，尽量不在场地上花太多时间，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等于说是预制化花了很长时间，在工厂先都做完了，然后现场尽量减少学生跟同学学生跟工人们之间的一些时间，当然以学生为主，工人只是因为安全考虑到，因为这很重嘛，所以还是邀请了一些工人来帮我们一块把它完成。然后最后这是一个成品。然后因为混凝土它需要最后护理护养在28天，所以您看到有一些钢丝还是在后面做了支撑。可能现在应该也能拆了吧。然后这是在同济大学建筑学院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照片。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张照片，他们拍过来给我们。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所以2019年我们很有幸在同济大学搭建了一个塑料的一个拓扑优化的亭子。2021年很有幸可以跟中建科技合作把这个新的亭子完成，希望2020年我们可以继续有新的作品。好的，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就是整个这个项目看得非常有趣，而且是非常体现了当下我们这个无论是说跨学科也好，还是说这个集群的智慧也好，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谢一民院士开创的这种双向渐进优化算法，包括这个开发的这个阿米巴软件，然后包括这个 Nick 和这个严新博士在这上面的一个应用啊，包括到后来然后又涉及到很多关于这个材料方面的一些技术，包括建造方面的技术，整个才能完成这样一个最终很让人震撼的这么一个装置吧。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那我们还是继续，我们先完成三个工作营的这个汇报和分享，然后我们再一起再做一个讨论。那下面是 Nick 还是嘉南，你们会做第二个这个名字是 Tectonic Form 的这个工作营的汇报。
是有加拿大吗？对对对，我过来。加拿大那边开始吧。我共享一下屏幕。显示是正常的吗？你现在显示的是有双屏，就是显示的是这个汇报模式。哦。现在是好的吗？还没有看到。哦，好了，现场。哎，好。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建科技绿发中心研发工程师彭佳南。然后这个 Technology Information 是由我们和 MIT Roland Snooks 教授一起合作做的一个Pavilion， 然后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线上线下做的一些工作。这是整个叫建构声型中文的一个工作营的一个介绍，包括线上和线下两部分。线上是 Roland Snooks 老师所带领的一个小组，然后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座，关于集群智能，包括生成设计之类的这种先进的设计方法。然后线下由我们通过 3D 打印增材制造的树脂模具技术和喷射超高强混凝土 HPC 技术所制作的和那个浇筑 HPC 技术所做的一个小的节点吧。这是整个的一个师资团队，就是由 MIT Roland Snooks 和中建科技我们产业化负责人邱伟总和我在现场负责指导，然后还感谢我们的两位研发工程师也是助教，陈世尧和董碧岩也在现场。这个是整个的一个项目的 schedule， 大概因为时间都非常紧张，所以从开始设计到最后的成型出成果也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所以是一个非常迅速的一个过程。这是这个项目的一个设计。你可能要不要介绍一下？因为在这是也是一个线上是讲座模式，然后线下是一个搭建模式，然后和一个制造模式。然后线上的时候 ，Roland 通过 Roland 还有 Roland 教授和我们实验室的几个另外几个学者一块各自讲了集群智能的各种应用，在不同项目上和不同的环境下的一个应用。然后为了能够用到 3D 打印跟浇灌混凝土的目的，然后这次Roland用了新的用了比也是更改过的一个集群智能的一个设计思路，然后用了 Agent Body 的一个模式，然后把19个构建模具做了一个运算，然后把它们互相拼接在了一块，然后主要是通过基于非线层级和涌现图像的处理，然后做了一个装饰的几何体，然后这可以作为一个装饰物或者作为一个雕塑来放在公共场合。然后主要还是这个项目还是侧重在把它建造出来上，所以中建科技和彭佳南博士花了很长时间在探索，然后和我们在设计过程中也跟我们交流很多，然后来把这个每个构件给生产出来和制造出来。行，然后因为也是说一个半月的时间关系吧，最后我们并没有把整个的这个结构所搭建出来，最后我们选了一小部分，就是这个三个节点，有这三个节点是两种 type， 最后实际制作了这三个节点复杂节点。然后这是我们选取的一个节点构造方式，通过这种齿节加螺穿也是干式连接的方式，可以在现场快速的去给它连接起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模具，左边就是设计的图。因为我们考虑到右上角我们采用的是三角洲式打印机，它的尺寸限制，它的效率打印效率非常高，但是它的尺寸被限制，所以它大概打印的尺寸是一个底部直径为700毫米，高也是700毫米的一个圆柱体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这个节点
整个的高度大概有到1.5米到1.6米的样子，所以是一个比较大的，要对它进行一些切分，然后综合考虑了我们这个打印效率、打印稳定性和打印时间，最后我们确定的是这是第一版我们的模具，确定是这样子，然后右边是打印出来的一个成果，然后我们根据第一版的这个模具进行了浇灌的实验，这是我们最终把它拆成了7个模块来分别讨论一下我们第一次浇灌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中我们自己做的尝试。右边这6张图是我们一点点拆卸模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记录，这也是我们把图放的很大，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第一版的这个节点其实效果会不是特别好，因为它表面有很多的质量问题，也是我们探索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没有采用震导的方式，因为这个很细的这个模具其实不好采用震导的方式去消除气泡，最后它的表面有很多的气泡，包括越往上气泡导致的这个麻面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包括一些色差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模具表面要进行一些后处理，会用到一些化学产品，所以会产生一些色差。然后模具我们采用螺栓连接的方式，这个也是我们后面也做了一些改进，一开始这些它的缝其实模具之间有一些缝，导致了会产生右边的图这边的一些小的混凝土薄块，这是一些不平整的问题，包括蜂窝。所以就是根据我们第一版的这个实验结果，我们又重新讨论，然后设计了第二版的模型。这是第二版的模型，中间这张图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图，然后我们的底部给它加上了这种水平放置的盖，然后上面放了一个漏斗，方便我们去浇筑要确切的料，然后左右两边也是给它加了一个梯形孔，一个活塞孔，然后可以让气泡快速的就是排出气泡。最后我们这是我们整个从左到右一个打印出来的每一个模块到最后一个拼装的过程，整个模具也是考虑到要采用反复拆卸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方式，所以采用的也都是螺栓连接快速连接的方式。这个是现场我们这个改进后的模具就拿到现场给到学生们，他们在现场去拼接，包括浇筑 UHPC 的料，这是他们一个拼接的过程记录。其实整个的拼接过程也就半个小时，也很快。这个是他们浇筑完之后的一个拆模过程，现场的一个拆模过程。我们在第二次浇的时候就已经会拿那种小的橡皮锤在四周敲敲打打，把它的气泡尽量消除，然后也尽量在它的模具内表面不去加任何的化学试剂去影响它的色差，所以最后其实我们出来的这个成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我们最后做出来的一个节点，当然这个边边角角那些毛躁的地方还没有打磨平，它打磨平之后这个效果很好。其实看到右边这张图，它表面的这些水波纹都已经能够很精细的弄出来，在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材料上面去做出这些纹理，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 3D 打印技术的一个优势了。最后的话，因为时间关系吧，因为我们的 UHPC 其实没有达到最终的强度， UHPC 正常的最终强度应该要达到150兆帕左右，但是这个只是有固化了2天到3天，所以我们在做节点连接的时候，它这个节点后面是有破损，所以就没有连接上去。我相信后面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把整个的这个结构重新做出来。整个的这个工作营的话，其实用到的技术就是一个 FDM 技术做出来的模具，然后另外是浇筑 UHPC 这种材料，第三个就是我们选择的这种干式连接方法。其实从设计到建造到我们最后的这种拼装施工吧，都是采用了一些比较新的方式，也是一整套的数字化 Digital Fabrication 的体系吧。这是我们的一个团队，然后线下的那些同学也非常辛苦，他们同时要做线上和线下的工作，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就是Tectonic Formation 这个工作营做的一些结果。好的，谢谢彭佳南博士，还有那个给我们做的第二组的分享。其实我们从前面两组都可以看到
关于这个建造这方面其实很重要的或者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去把这个生成出来，无论是这个拓扑优化算法还是这个集群智能生成出来的形态，如何能够去设计它的这个 建构或者构造形式，使得它能够在现场能够拼接起来，如果包括定位的问题，包括如果这种拼接之后的受力问题。那后面感谢两位的分享，然后后面我们第三组我们会邀请这个苏明汉，然后来给我们分享他所带的工作营，就是采用这种VR AR 的技术，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讨论如何把这个在现场如何把材料能够组装在一起。苏明，如果你准备好了可以开始。可以看到。可以的。今天的汇报呢由我还有黄佳楠来汇报。然后对这个第三个工作营呢我们的工作营名为增强现实建构，然后主要是关注于使用增强现实技术来实践制造。在我们介绍任何成果之前，我想快速的介绍一下增强建造的一些研究背景。2016年的 AlphaGo event 表明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人类在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需要重新思考人与机器的未来角色。在这本书 Augmented 表明在互联网时代 Internet Age 之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增强时代 Augmented Age， 机器离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近。大约20年前，一位物理学家 Michio Kaku 曾经预计未来的建筑师将在他们的实践中会利用增强现实镜头，这个是一个 Augmented Lens。 然后大约不久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增强现实device 的商业化呢，今天它的预计已经成为了现实。而且增强现实技术和可穿戴技术 wearable 他们的发展趋势也在上升。未来 越来越多的建筑实践及现场将使用 AR 技术，而且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建筑师和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创造性的利用这些技术和工具而且来发现不同的潜力和可能性，特别是建筑和空间上的可能性。例如这个2019年完成的亭子结构尝试了用增强现实技术来改造传统的蒸汽弯曲木材工艺，这样使我们的制作可以让我们制作数百个独特的弯曲木板，而且无需要昂贵的一次性模具。这个亭子结构展示了人和机器、工艺和技术的混合，如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那回到我们的工作营呢，我们决定了进一步探索这个想法并探索怎样同时使用手工制作的钢管金属钢管组件和精密机器生产的喷砂混凝土板。这个是我们的大概的一个 final。 然后这是我们这次的五位导师我们还有三位助教、八位成员
我们都从不同的全球不同的地点链接，然后但是大部分在上海同济大学进行了建构。这是第一天的一个 Zoom meeting 的一个快速，然后我们是进行了混合模式的运行。线上的课程我们介绍了增强技术实践的参考项目，然后怎样记录增强技术建造施工过程，以及增强技术制造施工需要的软件和工具。这是一些我们介绍的一些上线上课程。然后在线下呢，我们使用了 Microsoft HoloLens 和叫做 Hologram 的虚拟软件为主要的工具来完成了我们的制作。那这是一个大概的参考。然后我们工作室呢利用了这种组合的概念，将钢管和喷砂混凝板的组件统一性的组合起来。我这个设计语言能够容纳这两种实和虚的体块。这种基于这种组合逻辑的思想，使用某种逻辑来聚合自相似的几何形体来达到复杂整体的复杂性。所以这种设计语言是我们在曾经在不同的实践当中测试过的一种设计语言。然后我们在工具上我们使用了之前在增强现实制造项目中获得的一些知识。我们主要用了钢管的弯曲和组装的过程中利用了增强设计技术。然后这些喷砂混凝土是在工厂制造，然后搬过来的。这些组件还有我们在设计理念上，这些component 就是这个体块也有想到这种凹凸的变化，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实体的块，但是有些也有想到就是这种凹凸性，所以在整体的一个美观上可以也有一些更多的有趣性。然后接下来嘉南会汇报接下来的。好，谢谢苏敏，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线下的一些情况，稍等我分享一下屏幕。可以正常显示吗？可以。好。对，因为我的内容和苏密的可能会有一些重叠，我尽量把前面的部分跳过。这是我们的 Augmented Tectonics， 主要是采用一些技术，就是苏密团队带领的 AR 弯折的技术，然后由我们负责的 3D 打印树脂模具和喷射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技术。包括最后我们采用了 AR， 整个 AR 进行指导，现场进行安装。这是整个的一个团队介绍。刚苏密已经说的，我就不再去重复，这是设计的过程。然后我们制作也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像看到就是右边的这个设计，我们整个设计是由虚实结合的。虚的就是我们的pipe tubes 钢管的这个体块，然后实心的就是我们的 UHPC 体块，然后它们都是由铜
类似的形状生成的，只不过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那关于钢管，我们就是采用了先在模型里进行参数化的一些统计，把它对形状啊、程度啊进行分类，然后导入到这个 HoloLens 里去，通过 AR 我们来确定一些切割点，然后再通过 AR 来确定这个像我们右下角的这张图，就是它在空间中可以把这个钢管的形状定下来，然后我们根据的就参照着这个模型里显示出来的数字化的模型来去弯折我们实体的钢筋，算是一种数字孪生，也是一种增强现实的技术。右上角这个就是我们在进行我们的助教同济大学的李明阳在进行 AR 的教学，然后我们在把所有的钢管弯折完之后就进行了初步的组装，就是把它组装成这个球体，然后在组装的过程中也是苏密提出来要需要我们用一个中间的这个木板的辅助结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辅助定位的一个工具，然后我们就结合了这个木板的支撑结构加上我们 AR 设备的定位，最后采用这个中间这种塑料绑带啊或者是钢的这个套箍来进行初步的定位和绑扎，然后每当单个球体我们都进行都临时固定完了之后，我们就也是采用那个 AR 眼镜然后去在空间中定位，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钢结构也拼装出来，最后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剩下一边是我们的 UHPC 构件， UHPC 构件也是要先做模具的设计，从这个右下角这边我们这个模具然后生成中间的这个模具设计，因为也是要进行分块再做它的这个构造的加强，然后最后打印之后再穿这个的模具不是特别大，大概也就是七八百毫米的这个见方左右，但是它复杂度会比较高一点，而且在我们后面喷射，就是一个喷射的流程，在我们喷射的过程中其实它是有一些传统工艺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个我们的外壳，它的一个是非常薄，第二个是因为它的这个角度有很多是负角度了，它有平行的两个面，因为你在喷射下面这个面的时候上面的这个面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负的180度一个状态，这样从就是只能用我们的这个喷射技术才能达到，而最后产生的效果像包括内壳啊外壳啊都是一个表面很光滑，然后它的平均厚度也可控，大概在2到3公分这样的一个厚度的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然后这是我们整个组装的过程，也是将模型导入到 HoloLens 里，然后在现场负责定位，包括我们的底座和我们下面混凝土块的安放也都是一步步参照着这个去做。确实对于这种复杂的小的结构来说AR 的引入是很有价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混凝土的块的连接采用了两种方式，一个是采用我们结构胶干接的方式，另外一个是机械连接，我们钻孔并且用螺栓干式连接的方式。然后最后整个的结构也是两部分吧，我们先在这个整个底座上把我们的 UHPC 构件搭建起来，然后再另外单独将我们的钢框架拼接完了之后直接跟我们的 UHPC 连接起来，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两个就是一个小的 timelapse 视频，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安装过程吧。因为整个安装过程其实持续了比较久，可能有3-5天的时间，所以没有一个整体的，只是这样一个部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黄昏的时候录的，所以你能看到我们这个结构虽然现场比较乱，但是我们整个这个结构在这个太阳慢慢落下山，然后我们晚上又继续打灯，这样的一个光影变化效果还是非常美的。这是我们最终的成果图，有一些细节 和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俯瞰图。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非常感谢我们整个团队的成员，包括助教李明阳、葛唐、吴岩和我们现场的学生，因为这个工作营工作量还是比较大，大家都很辛苦，我们有时候都干到晚上。关于这个整个的 AR，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对包括 AR 技术和增材制造技术这种先进的就是技术类的东西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吧。我觉得对于我们以后做研究或者做设计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导性的作用。好，谢谢。最后是我们一个不好意思，最后是我们一个宣传的视频，正好结束我们这个工作营的汇报。我们的这个钢结构复方其实也是依附或者生长在这个 UHPC 体块上的，所以整个的结合的效果是非常好。这是我们组员做的一个效果图。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苏敏和佳能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我要邀请对谢一鸣院士，然后袁峰老师还有邱卫博士也来了，对吧？那我们正好跟我们的这个刚才分享的这些导师代表，我们一起做一个讨论吧。因为像我刚才其实最开始提到的，因为虽然是这三个项目是由刚刚的几位导师代表去做的一个汇报嘛，但是其实这背后大家应该也都可以看到，其实涉及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智慧，包括这种无论是结构优化算法或者是建造方面的技术啊，包括材料方面的技术。所以在开始可能我们开始这个关于问题的这么一个讨论之前，我想先邀请这个谢院士，然后袁峰老师还有邱卫博士，三位是不是对这个工作营有一些补充，或者说有一些 remarks 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您对这个无论是这种新的材料带来的新的建构也好，或者是包括这种新的优化算法带来的对这种新的建构的一个要求啊，包括近几年来我们可以越来越看到越多的对于这种真实的或者说真实的这种建筑材料方面的一些数字建造探索，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种木片啊，然后包括这种塑料打印啊，但是越来越多的是在这种真正的有这种受力要求的前提下进行的，包括混凝土也好，包括这种金属也好，这种真正能够应用到建筑领域的这些材料的试验和探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对这方面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东西。要不然谢院士您先。我先谈谈我的感受吧，因为我们参加这个工作营也是今年是第三年。前面 Nick 包同学也说了，就是这个19年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塑料的这个一个亭子，那今年我们做了一个真正的建筑尺度的也是实际的这个建筑材料高性能混凝土。那我们这三年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今年非常有幸能够和中建科技合作，能够真正做一个UHPC 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尺度的这个构造，我觉得我们从中也学了很多，我希望就是我明年能够做出更加出色的这个作品出来。
好，谢谢薛院士。袁老师您。那个很好，一个就是 new tectonics 啊，就是新建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讨论一下，就是 what is new 啊，就是我们的新建构就是新在哪里啊，这个可能一会儿可以展开讨论啊。所以今天反正很特别吧，就是七夕嘛，中国的这个 Valentine's Day 啊，所以能跟大家一起度过，也是我们都是这个 big fan of DigitalFUTURES 啊，都是很虔诚的在为我们 DigitalFUTURES 来谈论大家所共同认可的一种理想啊。因为这个DigitalFUTURES 实际上是一群年轻人啊，就是从当年可能我也是像严超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啊，当然我们谢老师是一直是跟我们这个最年轻的一代并肩战斗啊，所以也是人生的乐趣吧，我想。那么也很高兴啊，就听到这个苏敏其实中文讲得很好啊，我们都很惊异啊，以前一直都听你讲英文啊，今天听到你中文讲得非常非常好，就是跟中国人比也不差啊。所以就是也非常高兴啊，能跟大家在一块儿。那我觉得接下去可以讨论一下啊，就是因为 New Tectonics 这个今天严超起的这个题目我觉得还是很好，因为我们其实在亚太区有很多组啊，就是上面三组找到的一个主题也是从材料啊，从这个 knitting material 作为一种 formwork 啊来进行不同的大家的一种实验。那么这一组的三组呢，我觉得有几个共同特点啊，其实大家都时常试图啊用一个参与性的新的啊一种技术啊来对啊一个 formwork 本身来进行一个 subdivision 的工作，或者是进行一个 making 的啊这个过程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参与。我想这些可能都是建筑学的这个 quality 啊，因为我们今年的 topic 是关于 material intelligence 啊，所以我最近跟 Neil Leach 会有一个这个要写一篇文章啊，但是我们俩是笔谈了，就是他是开始关于这个 topic 讨论的时候，他说应该加个 IM 括号啊，就是 immaterial tectonics 啊 immaterial intelligence， 就是物质智能和非物质，他认为非物质智能也很重要啊，但是我们其实尤其在亚太区，现在中国的一种文化还是对建筑的理解还是比较沉浸在这种 physical making 和建筑空间的体验性建造啊这种过程当中，所以这个物质性的智能啊，就是材料它通过不同的这个设计方式可以让它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与性能。我想这个这个 intelligent 赋能的过程来自于我们对它的设计和我们对于设计的实现啊，它是对物质给予新的它的智能方式的一种反馈啊。因为所有的材料像路易斯康讲这个砖属于汞啊，因为砖它受压的时候它可以形成汞，但是在路易斯康的现代主义时代它表现出来的是二维的汞，当然在文艺复兴哥特时代它也可以形成这个 vault 啊，形成这种拱券的结构啊，那这些其实材料它的 intelligence 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其实来自于它本身的一个特性，但是随着这个 digital 的这个数字技术的发展，那砖其实也不仅仅可以做一个两维或者三维，也可以做一些更高维度的啊，像我跟 Philip Bach 教授前两年也合作做这种异形的交叉拱啊。更复杂的这个 spatial 的这种 arch 的这个 vault 的这种结构啊，其实就是说当在一个精准的设计控制下面，这个 computational design 控制下面，我们可以让材料能够表现的更加空间化的和精准的一些特性啊。我想这个的赋能是非常让材料能够非常高效的这个 engage 到这种就是参与到这种它的一个性能的最高强度的表现力啊，一种展现。我想这个可能是现在智能工具赋予我们的最大的一个能力啊，也就是可能我理解的这个所谓 new 的部分是在于，首先是 computational design 对于形式的一种赋予的能力啊。但是这个能力我觉得最高层面可能还不是一个
机器赋予我们的不需要人头脑想象的这样的能力。可能我所比较欣赏的也是像苏明啊，像我觉得他有扎哈当年的这个特点嘛，还是有这种比较好的 artistic 的这种创作力啊。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可能我希望讨论一下的，就是如何在 new tectonics 的这种时代啊，在机器智能让我们变得很强大的时代，如何能够保持我们的 human 的 intelligence 和 human 的 creativity 啊，这种人的这种创造力和人对于审美的一种把握力啊，就是人的智慧到底和机器的智慧谁先谁后啊。所以这点可能是我提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也跟这个有关啊，就是我现在正在跟尼克带那个 MIT 的一组学生啊。但是我首先上来提的问题，因为我跟谢老师这个2013-2014年就认识啊，就是最早听他讲座，现在已经听了很多次啊，但是每次都有不同的长进。就是谢老师这个基础理论很厉害啊，因为他这个拓扑优化可以产生出无穷多的这种来解释自然界的很多形式和生成自然界的很多形式。但是同时呢，我也意识到当我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为工具所累吧，就是说它的 style 会为我们指向出非常固定的一些 style 或者是一些 pattern 啊。那么这些内容当这个工具很强大的时候我们一上手会做出来都很像啊，就是很进入这种 style 的模式。那我今年在给那个 MIT 学生这个上课的第一讲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们肯定会用到这些工具，但是我们能不能让我们做的东西看不到这些工具的痕迹啊？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抵抗吧啊，我们希望用人的智慧能抵抗工具，在我们使用工具的时候还得抵抗它。像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一会儿想问问几位建筑师啊，就是你们是如何来理解这个 new tools 和 new tectonics， 如何不会被陷入到一些所谓这种 formalism 的一种形式主义的这种创作，而会变成更加能够反映人的这种 artistic 的这种能力啊，就是对艺术的创作的能力，或者能让这个能让我们所有的创作能够无形的不被这种工具所累吧，就是这是我觉得不是一个评述，而是一个问题啊，希望能听听大家怎么思考这个问题。袁老师提了两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让几位建筑师背景的成员，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然后，但是这之前我们还是先让邱伟博士也谈一谈他的感想，然后正好也给几位建筑师的朋友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怎么去回应刚才袁老师提的两个问题。好的，好的，哎，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的。刚刚没有讲话，哎，好好。哎，非常感谢那个谢院士和袁老师刚刚的这个的一些教诲吧。其实我更多的应该还是作为一个学生，因为不论从这个资历上，还是说这个工作的一些经验上，我肯定是远远的不如两位老师的。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学生的一个角色在参与这个活动。那其实呢，首先我肯定还是要，因为我们可能是作为中建来说是。可能在大家印象当中是一个比较 old fashion 的一个公司，我其实没有去查阅过，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建第一次来参与这个 Digital Future， 我也是非常荣幸，就是说袁老师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台，然后能够跟那个谢院士一起把这个谢院士的一些想法来实现。其实刚刚这个谢院士跟袁老师讲了之后，然后其实我能够自己在我的思维里面能够很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从袁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很 artistic 的一个 stage 到这个谢院士的逐步的结构化的去实现它，最后由我们来把它带进到现实世界，我想更多的这就是工程的一个意义。其实工程就是一个实现的一个工程，不管是土木工程还是生物工程，或者说其他的电子工程，它都是把我们的一些思想或者一些对前沿的探索最终带入到生活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我们中建科技呢可能也是相对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公司，就是说
在中建里面也是非常年轻的，我可以说我们是相对的一个技术激进派。我特别是我们中建科技的我们这个部门，刚刚佳楠也提到我们这个绿色发展研究中心，它其实就是为了去吸纳这些很看起来可能对于传统的建筑工程公司来说他们不会去思考的一些技术。也就是说我们跟佳楠甚至考虑过在我们未来的一些实际的商业项目当中去用这个谢老师的一些算法，包括袁老师的一些思想，我们都非常激进的想要更快的去缩短这个从思维到实现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其实这跟我可能个人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在到这个中建科技之前，我其实也在这个大学研究过这个纤维材料，就是碳纤维和玻璃纤维。但当时我就发现，就是说30到40年前我们所研究的很成熟的这个科研当中的一些技术，在30、40年之后，这个工程公司依然是丝毫不会去考虑它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土木工程或者建筑工程或者我们这个最息息相关的生活的环境的这种最重要的一个工程领域，我们这么去抵触这个新的技术？我相信刚刚这个 DigitalFUTURES 做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年，这个也有很多新的技术涌现出来。我们中建科技呢，其实也想是从这次开始去更加深入的，像刚刚谢老师说的，我们未来肯定要持续的，只要我们这个团队还在这个公司里，我们要持续的去参与这么一个活动，去尽快的加速我们这个新的思想和新的技术以及新的材料在我们的建筑工程当中的实现，去缩短它的这个时间，这也是我们认为自己的一个使命。然后这次的话我们其实是参与的比较多的，这个佳楠也比较辛苦，我们参与了3个这个 workshop。 然后相对来说的话，可能我们的准备，可能袁老师也比较知道，我们参与的就是准备来参与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晚，所以有些准备工作呢相对比较仓促，希望在明年的这个工作营当中，我们能做出更好的，更就是说尺度上更接近于我们真实工程的这样一些案例。好，谢谢大家。然后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个针对袁老师和谢老师刚刚的一些问题展开一些更有意义的讨论。谢谢大家。好的，谢谢邱博士。这样我再帮大家回忆一下刚才袁老师，或者总结一下袁老师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这是关于这个人的智能和机器智能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建筑一直在用不同的工具，那这个工具本身会不会对我们，它是对我们会有一个对我们的创意或者创造力有一个激发或者激活的一个作用，还是说它会反过来会限制我们的创造力或者说我们的创意？当然这个我知道谢院士也有跟很多建筑师有过合作，包括很著名的像 Mark Bury 啊，像机器心都有过合作。那谢老师如果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那我们先还是按我们汇报的顺序， Nick 你有没有什么那我就先开始吧。我们这次工作营就还是挺时间上还是挺紧的啊，还是多亏佳楠博士这边处理的3个项目还帮我们最后能实现了，还是很不容易的，最后的完成度也很高。当然我也参与了2个工作营的建造项目，一个是我这边的智能构建和 Roland 那边的一个项目，然后两个项目完全不一样。当然在因为我是主要做智能构建这个项目，在设计过程跟建造过程中间做了很多的妥协，所以我们尽量简化了很多的一些设计，去退步去退让了几步，让这个设计的制造和落地更加能够成功的来实现。但 Roland 那个可能最后没有做到这一步，所以最后没有完全的搭建出来。这也是就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建造部分跟设计部分是不是能够统一起来。在读博之前，我自己也是实践建筑师，在澳大利亚做了好几年的实践之后，然后也在墨尔本大学教了几年的数字建造的课程之后，后来有幸碰到谢老师，然后跟谢老师聊了一下，说我们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吧。因为之前做了很多的事务所里做一些项目，做的都是大楼设计、房子设计、
很少参与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项目的项目上，所以我为什么去墨尔本大学去教数字建造的课。然后跟谢老师聊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拓扑优化和结构性能这块很有意义，去做更好的研究啊。当然我的另外一个副导师就是 Roland Stokes， 然后在跟着他们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其实他们两个是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建筑师，一个是很先锋的建筑师，那一个是比较喜欢建筑或者是对数字化很感兴趣的一个工程师和一个就是工程学者。然后我自己的课题也很有趣，自己的课题就是集群智能和拓扑优化结合，然后是跟严新博士一块来做的研究。然后这个课题有趣的点就是拓扑优化很就是优化过程很理性，然后集群智能有的时候我问过柔兰，就是你到什么点的时候你去暂停那个集群然后来达到最好的一个形态，他说很随性，好看了就行了。那这个就很难去控制，所以我跟严新博士研究的那个课题就怎么把集群智能跟拓扑优化来做个结合。然后我们让力学的和结构的一个概念去融入到集群智能，去融入到集群智能中去，来导致来控制集群智能的一个形态的一个生成，这样可能会把理性跟感性结合的更好一点。当然现在有很多建筑师包括学生在做设计的时候就没有了工具就不知道怎么做设计了，没有了电脑工具或者数字工具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做设计了。包括 我自己在 MIT 带的设计课也是，如果没有 GraphQL 没有 Rando 可能这个设计课要重新改个课题了。这也是现在新的建筑师或新的一些年轻的建筑学生面临的很多问题。然后也就像袁老师说的，我们怎么参与到一些人工干预，然后干预到一个计算化设计里去。当然这次的这个造型墙，然后我们也用到这种人工干预的方式，也正好是谢老师这几年里想把拓扑优化做得更能够结合人工的一个意向来加入到拓扑优化的算法里去，然后包括了就是非设计域，包括了分设计域这些因素，然后来帮助建筑师或者是帮助结构师更好的来平衡这两个，来平衡这两个点。还有就是对于这七天的工作营来说，我觉得其实搭建整个过程还是要用到很多的一些策略，就像混凝土不一定是最好的材料来做工作，因为时间实在太短了，包括很多的材料真的没有办法让它完全护理好，就像 Roland 的那个节点最后断了是因为时间不够。然后我们因为提前了两个礼拜做了，当然做得还不错。然后去年的前年的塑料因为都是预制打印完了，然后所以还 也挺成功的。然后可能在现场像苏命他们做的就是用金属材料啊什么的可能更容易一点，包括 Geos 他们用木片这种。所以我们之后做工作营的话，包括未来有别的导师也来做线下工作营的话，我们的建议也就是尽量可以控制在能实现度上，那可能会更好一点。好的，谢谢 Nick。不仅回应了这个问题，还给之后数字未来的导师提供了一些建议。严新，因为刚才你去汇报的时候，我其实听到了一个就很有趣的，就是你在想要去讨论这个结构理性跟人工干预之间的这个问题，刚好也是刚才袁老师在问的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些你的想法也好，或者说，就是其实 Tectonic 这个词，就建构这个词，在中国建筑学界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在我看来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一个很包容很综合的一个词。其实我在我看来，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合不合适，就是建筑的物质的智能其实是人的智能赋予在物质这样一个客观的属性上的一种展现。比如说
在古罗马的时候，人们发现了混凝土，发现了火山岩可以制作混凝土，然后驾驭了这种材料的性能之后，才产生了那个 dome 穹顶啊、万神庙这些结构形式。那么我想起一本书，就是这个 Bill Addis 写的这个《世界建筑三千年》，他在描述这个现代近现代的时候，钢铁的出现对于这个传统的石材气体结构的这个影响中呢，他分析了一点，他就说在当时建筑师是很多人是排斥这个钢筋的一些使用的。他说是因为他分析的，因为是钢筋那种这种材料对于当时的建筑师来讲是一种难以驾驭的一种东西，就他们对于这种只是一根杆件来组成的一种形式呢，他们没有更多的人能够，他们作为设计师能够加入进去的一些创作的角度，所以他们更加喜欢可以塑形的混凝土，可以发展了很久的这种气体结构。那么我觉得面对新型的材料，其实设计师和人他是有一个适应过程，就是在慢慢的这种新技术产生之后，对于设计师来讲呢，需要有一个应对它、学习它，然后再去思考新的方式，如何处理人和它的之间的关系，以驾驭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我们的研究方向，包括我自己的博士课题也是这样，就是我是也是在这个2019年到谢老师的这个组里面去接触到拓扑优化这个算法之后呢，惊艳于它能够创造如此多的这个创新的形式结构形式。但是我后来慢慢的这个学习了这个，在谢老师指导下和 Nick 一起学习了这个拓扑优化的相关知识之后，我其实就是在思考如何能够把拓扑优化这种新型的结构的这个生型的基于非常理性的这样一种逻辑，去往这个建筑师的这种概念表达上去做一定的妥协。所以我其实像刚才说的那个算法也是其中一个，就是试图能够在这个两者之间找到一些协调的因素，然后可以让设计师这种人的智能更加直接的作用于和这个结构的算法相互关联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设计。我觉得这个新就是人类的智能如何再一次与新 与这个发生已经创造出来的结构和物质，新的结构和物质重新发生化学反应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我的理解就是这些。谢院士，您有什么要补充吗？因为 Nick 和严欣其实都算是您的学生。其实我们这几年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前面我上次也介绍过，就是我们做有关那个多解的这个问题，就是拓扑优化大家总是给你一个唯一的最优解，其实这个我们要避开这个思路。所以我们要提供很多不同的方案，然后能够给这个建筑师或者设计师有更多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最近在研究的这个新的算法，就是能够让设计师能够干预这个拓扑优化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等这个拓扑优化的结果，在这个迭代过程当中能够让这个设计师给这个中间的一些结果能够给他打分，通过打分来改变这个优化的过程，最终达到的设计的结果能够更加适合这个设计师的一些他的喜好或者从美学角度的一些考虑。刘老师您。大家接着聊吧，对，还没有完全发言。因为刚才那个谢老师、Nick 包括那个严欣，其实都在讨论，就是这个。我前面三位，我可以简单从，因为我是比较跟谢老师比，我是比较纯粹的建筑师嘛。但是我在建筑师里可能跟传统建筑不同，就是我还是拥抱所有的工具和技术的啊。对所有的数字工具和技术持非常开放的一个态度的啊。但是我同时也要站在建筑师角度来讲，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 object 一个建成物的时候，我在思考的经常思考的问题，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表达的
一种给你的感觉呢，还是它表达的是一种工具和方法啊？所以这是我可能从建筑视角看了一个 object 之后我的一个判断啊，就是包括今天扎哈的介绍他们的很多作品，我前两周也去了几次看他们的展啊，因为包括扎哈在世的时代的作品和后扎哈时代的作品啊，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啊，有一些区别，就是这个区别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很简单的判断，就是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建筑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工具方法呢，还是我看到的是一种感受啊？其实这个可能还是有所不同的啊。当然我也是做一个问题啊，就是也就是工具和方法到底是应该隐藏在这个建成物的背后，还是它应该直接跳到前台来变成这个美学的本身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刚才谢院士、Nick 还有严鑫，其实都是在讨论的是，如何给这个拓扑优化算法能够让它能够更加开放的去接受一些人工干预，在这里其实是人跟计算机之间是否能够有这么一种交互和对话嘛？那我想问苏敏，因为苏敏你的研究其实更多的是在建造的层面，去探讨说。AR 技术啊，如何能够作为一种机器能够去加强化人在这个建造场地当中的这么一个能力。那其实这里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AR 技术它只是帮助人在现场当中能够去定位，还是说它是否也有一些机会能够产生这个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给人在现场去建造的时候一些更多的自由度，这个其实是一个悖论或是一个矛盾吧，就是它是要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准确性和精确性，把数字模型当中的那个定位尺寸100%的去告诉这个现场的工人，还是说你希望它能够作为一种人的能力的增强工具，能够让人在现场当中有更大的自由度。谢谢。我觉得我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就是想要看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其实近十几年来computational design 就是数字化建造啊这些方面是有相当的 develop 发展，但是但是就是这些研究他们的 focus 都是在 robotic 3D printing CNC subjective manufacturing 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当然现在还有更多的就是 robot arm 或者是mobile robots 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些digital fabrication 他们的 focus 他们研究的 focus 都往往在技术的层面或者是在这个机器的利用的层面，然后对材料或者是材料的特性或者是材料的一些可能性或者是材料组装的一些复杂性是有很多的忽略的，所以这种利用AR 的技术的话，我们又可以利用这种机器的一些精准性，但是也可以利用人为的一些error 就是 tolerance， 就是可以互动吧，可以让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可以揣摩可以试尝试就是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 computational design discourse， 在 architecture 里面，在建筑的这个课题里面，我们一般都讲理性化优化
怎么样快速的就是 problem solve， 但是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可能我觉得有点在近十几年里面有点太被强调，就是我觉得建筑本身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课题，而且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problem solving 的一个问题，所以一般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不是 social expert， 我们对不同的专业的理解不太够，所以可能我们会讲，就是我们就是 computational designer， 可能会利用我们的直觉intuition， 像 Roland Snow 一样，就是我们觉得哪什么时候美我们就是听，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人的直觉是最直观的，而且我觉得是最正确的，但是可能我们不知道怎样回答不同的对不同 problem 的一些答案，所以可能我觉得建筑本身是有很多很多问题综合在一起的一个艺术，所以可能我们在这个 network 这个 community 里面讲的一些tectonics 或者是 performance， 我觉得可能是非常在很广泛的建筑的这个 discourse 里面可能是一个非常局限的一个 topic， 所以可能因为我也不是 social 不就是我也不是我不知道 politics 怎么也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topic 对吧，但是因为我们对那些 topic 不是专业，所以不知道怎样用我们不同的语言来表示这些不同的 issue 吧，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建筑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非常理性化或者是优化的一个结构，应该肯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aspects 在里面。就像就像 Nick 像严鑫他们在做的是，其实是在结构理性结构优化的同时，包括谢院士一直在思考这个东西，就是如何能够去引入人工的干预。当然人工的干预就会涉及到人工的直觉也好，这个直觉也好，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这种容错性反而可能就是，就包括进化本身的本质也是错误的发生嘛，那其实就是创造力的发生。可能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想尝试的是在这个建造的层面，是不是建造我们可能过去一直在追求的就是数字工具带给我们的高效性准确性，那这里是不是也是有这种容错的可能，那这个容错可能会发生什么，可能是我们当下还不确定或是不知道的一个，可能是好的结果但可能也是坏的结果，但它是值得一试的一个事情。对对对，谢谢。好，后面我个人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不是这个材料方面的这个没有这方面的背景，因为我印象中在15年还是16年的时候，当时 Roland 也是来这个来上海在数字未来做这个工作营，当时已经开始尝试采用这个混凝土 3D 打印，但当时可能还是我印象中还是当时还是比较 struggle 的地方，就是这个混凝土它本身的这个塌落度啊，这个强度啊。但是今年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三组都涉及到这个UHPC 对吧？我没有念错对吧？这种高强混凝土，然后包括上前两周我们看到那个王翔博士跟袁峰老师做的那个桥也好，包括苏云生老师在做的这个混凝土喷涂结构也好，也都是用到了类似这种材料。那我想就是
请邱博士还有佳南，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是，这种材料的，它是你叫它革新也好，叫它进步也好，到底其实给我们能够带来多大的一个优势，或者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这种可能性？可能你们会对这个领域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吧。好的好的，那个首先还是参与一下前面的刚刚这个袁老师提出的两个灵魂问题啊。其实我们也虽然我一直也在工程领域，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包括刚刚袁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在看到一个建筑的时候，是看到它人性的一面还是看到它工具的一面。其实从工程角度讲，就是说我们很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简单但是又很就是我们必须要牢记的一个，就是工程学当中的不可能三角，就是说高效率、低成本和美好或者新，这个在另外一个角上。其实我觉得人性所注入的那一部分，包括刚刚苏敏所说的这个直觉这一部分，可能更多的它是在不可能三角的右上角，也就是说美的或者好的或者新的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建筑的时候，如果它是在追求快和省，那可能更多的体现的是当下最快最好最成熟的工具所带来的一个结果。那我大胆推测它可能更多的是展现出来工具的一个表现形式。那如果说我们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把这个三角往美好或者新这个方向推进，想让我们人性的这一面表现的更多的话，那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它的。其实因为我们是更接近工程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可能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其实接触到很多，当我们面临抉择，就是说有一个它我们认为它很符合，比如说绿建也好，我们说的更贴近一点，绿建也好，健康建筑也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参数化出来之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我们要不要做它的时候，其实面临的就是一个工。当然我现在这个语境说的是我们在说一个这个成熟的民用工程，而不是说我们是去做一个科学探讨或者说学科探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面临一个工程的情况下，那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工期和一个价格的这个地方会限制住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就是说设计或者说人性被没有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很多时候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那现在说回来，刚刚你问到的这个 UHPC， 其实它就是这一种工具在过往的比如说五年或者十年之前，它与快和省是毫不沾边的，它是会非常慢会非常贵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无法用它去展现我们想要表现的这种形式。那就是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材料和工具的话我相信我是坚定的站在我们是要驾驭它的这一部分。就像刚刚这个严欣所说的，上推到古罗马时代，或者当我们可以用钢结构的这个时代的时候，都是会有一个很 struggle 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建筑这一种表现形式，其实我认为就是说建筑师 architect 他是一个做最大的就是尺度最大的一种艺术家。这种艺术家跟我们比如说画画或者做音乐有极大的区别，就在于建筑它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它的这个所吸纳的经济性和就是说它是一个高经济附加值的这么一个艺术品。那就是说工具和成本效率对它是有很强的惰性或者叫惯性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社会习惯了一种工具，这一种建筑工具的时候，很难去改变它。这一点在比如说我们做手机也好或者做艺术品也好，它是很容易去迭代的。但是在建筑为什么很难，因为它的里面所一个单体建筑它所 吸纳的这个经济价值太高了，上下的产业链也太多了。这个东西就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如果说在某一个时点上对这个建筑工具的革新没有去比如说这某一代人啊，他的速度变慢了之后，他的这个惰性会让我们后面的人会越来越难的去革新建筑的工具。那反过头来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就会被建筑师的一些想法就会被工具所奴役或者被他所驾驭，而不是说建筑师或者人性的一些直觉去驾驭这个工具。所以这个是我对刚刚你说的 UHPC 好，其实它可能在我看来是一件事情。就我刚刚讲的，我在这个以前在港理工做博后的时候，我所
当时的一些思考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已经对玻璃纤维和碳纤维在这个建筑当中的所有的包括设计规范以及防火规范都掌握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呢？因为当然我这里可能说的会非常实际，没有工人会用，没有工法，没有一个施工过程，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服任何一个大型项目去使用。那这个其实就是原来的这种工具，比如说钢筋混凝土，我们使用它的时间非常长了，它的效率已经极其高了，它没有就是说一个工程师他没有任何的动力去使用新的工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建筑来说我认为是比较危险的。当然可能除了我们这批人之外，其他人是感受不到这种危险的，因为他觉得建筑已经足够好了，那我们为什么要去革新它？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时间和这种阶段持续的越长，对于我们来说是越危险。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就是为什么从这个学界到这个工程界，然后刚刚跟大家讨论的一些思考吧。当然作为 UHPC 的话，我觉得现在来说我们其实已经是一个掌握的还比较好的一种技术，但是依然在工程当中用的还不是很多。我跟佳楠呢，我们也是在推动，想在我们也是从这个怎么讲的工程角度去想，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用一个新的东西，那一定说要在一个附加值比较高的地方用。那现在我们想到的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在墙材墙板上，因为它相对来说是最贵的一部分。我们不会想说去在梁板柱这种地方去用 UHPC，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它是一种相对新的工具，那它就不会快不会省，那我一定不能在最拼这个快和省的地方去使用它。这就是我们面对工具，可能我们现在在逐步摸索如何去让这个新的工具能够更快的被我们所驾驭所熟悉。好的，谢谢邱博士。佳楠有没有什么补充和分享的？我觉得两位老师还有邱博士理论深度都非常高，我只能说谈一些我一些比较浅显的想法。因为其实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今年的工作营，包括我们做的，包括像袁老师带的那个桥的工作营和苏老师带的膜结构喷射的，大家不约而同的都选到了 UHPC 这种材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而且大家用的工艺都还比较类似，都是喷射的工艺。那我觉得以前 UHPC 其实出现的很早，上世纪就出现了，但是一直是在道桥方面去做应用，因为他们有很高强度的混凝土需求。那建筑对于建筑来说，可能只有我到 C60 C70 就已经满足一个超高层的需求了，我在强度上没有需求，那我这个时候怎么能把这种新材料引入到项目当中去？我觉得跟我们就是大家不约而同采用喷射工艺这个是有关系。就是一个新的材料出现，它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东西，那它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应用场景和一个合适的应用技术。那其实对于刚刚邱博也说，我们是在积极的为 UHPC 这个材料去寻找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我们现在想说做这种外墙，包括我们采用这种喷射的工艺，怎么能够在就是在传统的项目中能够保证它工期啊成本啊这种大概相匹配的情况下，能够推进一些我们新的技术。所以我觉得像刚刚严博士说的也是很有道理，就是新的材料的出现对设计一定是会有影响的。就比如其实我个人会比较期待的未来的我们的城市是一个没有这种混凝土或者说甚至没有钢的这样的一个，而是说未来在某一个时间点能出现一种全新的材料，可能是比如碳纤维的某种变异，或者说一种另外的一种新的材料，它能够完全脱离现在整个的这个设计语境。我们未来的，我现在甚至都不知道未来根据这个材料能设计出来什么样的一个建筑，那未来的城市长得什么样子都不太确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个人很期待的一个，就是比如50年100年之后未来的城市长什么样子。其实当然设计是有设计方法的变革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在某一个时间点出现不可预知的这种新的材料所带来的一些变化也会带来很多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个人来说，我的背景就是一个很纯正的理工科背景，只不过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数字化的东西，包括我在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的也是这种建筑方向的新的材料。所以我认为材料是
在设计和工艺之间搭建的一个桥梁嘛，包括建筑和结构之间搭建的一个桥梁，就是你的材料怎么去利用，或者说这个材料本身能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用，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像 UHPC 这次我们就用到了 UHPC 的鞘体，就它通过喷射的工艺可以形成两到三公分这样的一个厚度。那我们就是说要探讨一下，在比如这个两到三公分的这个 UHPC 鞘体在建筑中，在某种哪一种建筑语境中是可以被应用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技术，然后有这个工艺，然后有材料的技术，那它怎么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建筑中，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然后我其实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问问老师们，就是说因为今年是我们十四五的开局年，我们从其实年初一直在听到的就是碳中和、碳达峰。那其实我比较，其实我一直也和邱总在讨论，也是说在双碳背景下，我们这种数字化的技术或者说这种新的材料的应用能够对双碳的这个目标带来哪些影响或者带来哪些益处。袁老师您有好，我觉得大家谈的也挺多了，一会儿十点钟那个下一档开始，我们大概也快结束了啊。其实很好，就是其实大家背景很不一样，像谢老师是土木结构这个力学啊，是最早是力学出身啊，又介入到这个建筑学啊，实际上跨界也是非常跨的非常的这个多的，包括也到航天领域啊，到材料领域，到这个软件啊，现在做自己的这个 Amoeba 的软件，谢老师其实跨了好几个界啊。那今天的我听嘉南的背景应该也是这个土木建筑这方面背景，像邱博士大概应该也是材料啊和土木的背景，然后我是比较偏建筑学背景，但我这几年也跟谢老师学了很多力学和结构的知识啊，也有很多国际上很多的朋友在我们 DigitalFUTURES 平台上认识的，像 Fabrication 啊，也包括像这个 Caramba 的那个 Bollinger 事务所啊等等啊，就是很多结构的事务所，也有很多材料机器人各方面。那现在其实整个的语境是在一个非常综合的范畴下谈一些问题啊，但是我想讲的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们谈工具的时候，其实像苏明也提到了，是我们一个 community 是有我们的局限性的。但是同时去年我们请，每年我们都会请哲学家啊，今年请的是 Zisa 啊和这个 New Materialism 这个里面的是德兰达，去年请了这个。Stigler 了啊，后来 Stigler 很遗憾在我们这儿演讲之后两周他就去世了，自杀了啊。但是我们前两天学校里面的另外一位哲学系教授发起了一个活动啊，纪念这个 Stigler 逝世一周年啊。我觉得上面有几个观点对我这两天影响也蛮大，我在想就是说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 Stigler 谈到了所有工具都是有药性的啊，所以药性就是 pharmacognality， 就是这种药性啊。所以药性就是它既是毒药又是解药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既给你带来了你超越于人的能力被增强啊，就像我们前两年在这个平台上有很多讨论啊，有个叫 Costas， 原来是 GSD 的教授，现在在上海的创意学院教书，他的观点就是自然界的一切都被其实都在那里啊，只是你没有被你计算出来或者被你看到，然后你所大脑想象的所有结论其实自然界里面都有了啊，只是我们能看到的感受到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啊，也包括了尼尔里奇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将取代建筑师啊，未来的 architect 就全部死亡，因为全部会被计算机所替代，当然他也是为了提出这个 manifesto 而挑起大家的一个讨论吧。其实在这个当中我觉得其实无论人工智能也好和智能化的工具也好，它的药性也是很强的啊，所以药性它的就 negative 的这个
部分。这个就是也是我跟谢老师可能最大的不同啊。作为建筑师，我一直是对工具既喜爱既沉溺，但是我同时又对它表示高度的警惕的一种建筑师的心理啊，就是我既相信又不相信这样的状态，或者是让我们在设计当中会看到建筑师创作当中会有很多隐藏的或者不愿意被直接表达的的一些内容，而这个并不是工程师所愿意看到的啊。也就是在很多的这个 context community 里面，建筑师写出来的文章为什么和这个 engineer 写出来的文章会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的教育本身对于复合综合问题的一种综合寻求的那个答案会有，肯定不是一种完全追求最优解的一种方式，它肯定是有高度的复合性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我们这几年对于像一个简单的桥的一个研究，我们都走向了复合式的答案啊，而不像今年 Fitbrock 在 Venice Biennale 他做的那个桥还是一个 concrete compression only 的一个 concrete printing 啊，就是完全受压的一个混凝土桥，而我们这几年往往是通过两种三种工艺共同做的一些这个我们的 workshop 的理解，其实我会让技术隐藏到你读不懂它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或者它的受力确实也是复合的一种受力方式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它跟建筑历史当下和未来的一种可能性的一种关系啊。这可能是从某些方面讲它是折中主义的啊，但是从某些方面讲，我觉得这个 tectonics 本身它为什么不是 construction 也不是 fabrication 而是 tectonics 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 composite idea， 它是一种赋予文化和人的这种不同判断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啊。这可能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当然最后回到迦南的那个问题啊，就是碳中和、碳达标、碳达峰。今天前面一个 session 最后那个 Wolf Pricks 啊，给 Patrick Schumacher 提的问题也是啊，他说我们下一次的讨论能不能讨论一下在现在的这个 sustainability 啊，就是在这个地球这两年所经受的灾难和疫情，他说对欧洲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啊。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 urban 和这个 suburban 的这种 context 是不是会有比较剧烈的一种变化。那其实这些问题的提出可能因为 Wolf 他要最后离开，他就提了这个问题啊。其实他提的问题也很出乎我意外，我觉得他不应该提这个问题啊，因为他还是一个 hero 啊，还是一个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像一个年轻人一样，他还是很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也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建筑的技术哪些是可以被使用，或者他使用的目的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啊。所以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内容，包括我们做桥的一些训练的时候，可能一种直接的因素就是新技术为我们带来的目标，好比是为了更好的节省材料，更加这个 high efficient 就更加高效能的解决问题，或者实现更加 high performance 的这种高性能的目标，它可能最终可能也还是回到了我们对 sustainability 的一种回应啊，就是我可能的一些想法，包括所谓 aesthetics 这种美学的追求到背后是不是能回到一个 ethical 的这种伦理层面对于自然界的人和自然界关系的一种思考，而这些思考肯定是复合的啊。但是我们同时像 workshop 训练今天 Patrick Schumacher 也在前面提到了，他说他说我们在中国的项目有点像这个 workshop culture 啊，我们在做各种 experimental 的实验性的工作啊。那我就说这种状态可能是像扎哈寇这种状态是很好的也就是所谓的实验性和创新性应该来自于我们对于新技术可能性的一种拥抱，但同时我要回问和叩问新技术带来的 style 和新的风格和可能性到底为什么会用它们啊，他们到底会为我们最终的这个大的人类生存目标带来哪些好处，这个可能是要追问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当我们会被新技术所感染感动和让我们付出很多努力沉浸在我们的各种辛苦的工作的同时也要想到就是这些东西到底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一种future 啊，一种未来
啊，就是我可能并不是答案吧，我的一些感想啊。嗯，谢谢袁老师最后的一个延伸的一个发问吧。我相信关于技术、关于工具跟人的关系这个事情，也是不可能在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内是可以讨论完的。嗯，当然可能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之后还有十点钟还有另外一个 session， 所以可能我们今天的这个论坛就暂时要到这里结束了。但是我也相信，可能我们在之后还会经常会有类似这种讨论，还会有机会可以再去把今天的这些提出的问题也好，一些延伸的思考也好，我们可以再继续做分享和交流。那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这个谢院士、袁老师、邱博士，然后包括苏敏、佳南、Nick 还有严欣带给我们的分享和一些讨论。嗯，然后谢谢大家。然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预告，就是在今天晚上十点钟，我们还是在这个平台，哔哩哔哩平台包括 YouTube 平台，我们会有这个另外一个 session 的直播，是美东的一些工作营的一些分享。然后嗯，当然我们这个中文场次，包括这个在每周六的这个19:30到21:30的这个系列论坛，我们之后会以一个每两周的这么一个频率吧，然后给大家放松一些有趣的一些汇报、一些分享，包括一些讨论，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这个系列活动。那谢谢大家，然后今天我们就到此结束了。好，再见。